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名字，小辈得志便猖狂，也要看我答不答应。我们的大杀器，也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 修为散尽，全身经脉断裂，还中了脑伤。你是何人？ 为何拦住我等去路？醒了，叶晨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师父，我们这是在赶回恒月的路上。 叶晨，你别担心，等回到宗门，一定有办法。没用的，师父，我根基已废，也不要再浪费灵力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。大家别难过。 马上就到恒月的地界了，回去一定有办法。停！灵智真人，这婆子不是三年前就死了吗？云沧海，雪儿、灵儿，快带大家走！师兄，不行！若是不走，我恒月宗在此，恐遭重创。 没什么可疑之人出现吧？无一直在此，未见到有可疑之人。这阴冥死将炼制的如何了？掌教放心，一切顺利。我已检验过，这些死将修为与生前一致，因炼制秘法特殊，他们肉身极其强大，防御性比同等修为的修士更强，一般的手段是杀不死的。掌教英明，只要有了这阴冥死将。 何愁不能一统难处？这一切迟早是我们正阳宗的。掌教英明，不必管诸葛羽和叶晨那小子了，多派点人看住禁地便是。只要宁霜能在大比中夺冠，我正阳宗之名自然威震四方。别的东西还用愁吗？云！ 杨掌教，可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？在我正阳宗大打出手，未免太过造次。尹仲，你们欺人太甚！叶晨光明正大拿下大比第一，陈坤却如此诡计暗算他。若不给我们个交代，我恒月将不计代价。 向你们开战！暗算，杨掌教何出此言？我们许诺第一名将得到武文灵丹，
这噬骨丹是朱问衍铮铮看见的，货真价实的武文灵丹，没骗人吧？却也不假，的确是武文灵丹。那便是了，奖励既然奉上，怎么处置是你们的事。叶辰是自己自愿吃下去的，又没人逼他。杨掌教这样冤枉人，可就说不过去吗？自私多礼。 季恒夜辰赢了你家鸡鸣霜，就这样害人，真是卑鄙！堂堂三大宗门之一，手段如此下作，简直无耻！我看程掌教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是武文灵丹嘛。恒月自己不检查清楚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我看恒月也有过错。你们怎么要动手？ 我们的身在何方？我不介意将你们全都留在此处。师叔，我们不怕，要战便战，谁宗谁孙子？叶辰，变成凝气异宠啊！哎呀，好好一个天才，竟然落到这么个下场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 注定要沦为废人呐！程坤，拿命来！师兄，你师妹，我知道你心疼叶辰，但在此处与他们起冲突，是正中他们下怀。若是伤及其他弟子，更是得不偿失。 要为叶辰讨公道，我们必须得先安全的回到恒源。走，掌教，我让你们走。如意，带他们走。师弟，我们走。 今日也算领教了你们正阳宗的手段，我们走。真是开了眼了，你们正阳宗真是无耻到连我都自愧不如啊！朱阁宇，你私闯我宗禁地时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放你个屁！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别在这满口喷粪。你。 不曾想这次大比竟这样落幕，恒月宗与正阳宗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正阳宗这手段真是歹毒，还好没加入他们。是啊，没准哪天就祸害到我们了。走走走，看着烦心走。该死，叶辰将凌霜打败，令我的计划不得不停止。杨顶天那厮竟然伤我！ 那些了无用的卑鄙小人还敢出尔反尔，我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雷山师伯，我们的大杀器也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